我是刚刚在车上那一百新年九一九二来放回家路，十点二十七分了。我这是有列车通号52044哦，左邻发车，金门北回线，又是那个中秋节加开特加班特开的三天行，还有花莲呢，52044啊，3015。第一站豆腐藤药，我是在新人力站列车，那3012编组3015的 P 站豆腐藤药。我收到新能源治疗列车52044哦，在瑞芳，欢迎通过10:28，110年9月9号，感谢各位观看，我是公关列车长，谢谢观看，再见，拜拜。